呢度我同大家再睇一个咧荷里活摄影嘅手法啊。咁啊，先俾大家睇咗咧嗰个摄影嘅结果啊，然之后先再同大家做翻咧佢哋到底系点影嘅。我哋见到一开始嗰阵时就有个的士喺度啦，咁有个人咧即系演员啦，就要上个的士上面。咁我哋呢度用一个低镜头影过去啊，咁我哋睇下佢点样上的士，同埋个后面嘅结果系点啦。好啦，我哋见到佢开啊，嚟到呢度开个门啊，好啦，嗰、那个跟住咧就可以伸入去影到呢一个演员，跟住咧就松翻出嚟，见到个的士慢慢离开啊，呢个就嗰个嘅效果啦。呢、这个效果点样做嘅咧？咁样咁当然啦，一开始时啦，咁啊有个呢、这个系嗰、那个。摄影员啦吓，嗰个 cameraman 一样啦，下低系踩住个雪剧噶，个的士喺度，乜的士驶埋嚟嗰阵时咧，佢系攞紧个低角度咁样冲紧埋去噶。咁跟住咧，我哋知道就系佢要喺个的士侧边停低啦，所以我哋会见到一阵间咧，佢系扶住个的士啦，咁等个演员咧系上个的士度，上完个的士度咧，佢又会将呢个相机咧系伸入去嗰个的士嘅入边，然之后咧行一阵间之后咧，先离开。我嚟睇下佢系点样影呢一段啦。追埋去，停的士停低，佢埋去啦。咁然之后佢咧就要停低等嗰个人上车闩门。跟住扶住架的士，咁样继续咧系影住内入边，跟住咧佢自己咧就慢慢离开个的士啦。好啦，我哋再睇一次佢嘅嗰个结果效果啦。埋嚟吓，呢个上车，见到佢上车啦，已经个相机拉到埋嚟噶啦吓。咁跟住咧就演员讲啲嘢啊，跟住我见到啦个的士离开嗱，中间呢度咧只系得十五秒到啊，十零秒嘅影片啊。但大家要想象到啊，就係第一場景要清空啦，第二咧，我諗呢個咧就已經練咗好多次先能夠做到咁嘅效果嘅。